国家统计局公布，去年全年内地消费物价指数升幅按年增长了2.6%，其中食物价格上涨了4.8%，蔬菜和石油的涨幅较大。全国去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达到71,000多亿人民币，较前年增长了16.2%，其中住宅投资增长达到11.4%，去到49,400亿元。而去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就超过200,000亿元人民币，按年上升了14.3%。去年外进出口按年增长了6.2%，其中出口升了7.9%，达到大约20,000亿美元。另外，截至去年底，内地人口达到13.5亿人，按年增长了669,000人。国家统计局又话，上个月70个大城市中，有54个城市的新建住宅房价按月上升，大升幅就少过1.2%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。